欠的初一五，俺今日做加管的人，讲个初一五来做加管吧，去白跳白，喊路就摸脚菩萨，白跳白回去跳塔，俺我有一日去跳鸟，个初一五三个初一五来过，个太心跳，讲个鸟是保命大厨，讲天爷个喊路就摸脚菩萨，第三个讲。哎，别跳别，去跳塔，好上嘛，加加管，加加管去跳泰罗扎，泰罗扎吊单子倒落，伊讲，啊吊落打台板，叫个打台板问泰罗扎，打台板嘛个意思，叫打马加管，叫个来摸美马加管，俺是做对的事，叫个对泰罗扎面前俺都不是温度，伊对得多是温水洗转。对唔多打四十下台板，就半转去讲好。太罗面前一冲足，天爷讲万万不是曲曲，万万曲曲好做笑，叫笑美天火曲。哎呀，哎，个太罗家当场打爆掌，是系几好转嘞？啊，做家官的因条件咯，打四十下台板打好容易转。阿妈咋个讲？一个一个因。罗布是靠长烟，像宋朗、宋五国天，到五国四书四强来拜神明，像去日拜伯父神明，伯父长父靠长烟，马到神国，第二拜罗布长烟靠到，因为上到家中，一对个徐太烟，第三拜吧嘞。罗布念路边的染发女木材，念上罗心中上转不下，一对个开发。好，结束一下。好，徐梦英，我都哈听到动人物的哈。好，徐梦天二号，好，徐梦英。好，安尼三号来呢，我来分享第三号，哈，来补充介绍贵宾，很富丽的例子。